所在的海产品加工企业的厂区、冷库及18家的直营门店进行封停，并采集了冷库的食品、加工车间、宿舍、食堂、马场、公共卫生间、行政办公楼等食品和环境的样品，目前结果出多份阳性。对病例二所在企业的车间、食堂、公厕的也进行了环境的核酸采样，目前结果均为阴性。对病例涉及的市场、门店的外环境、产品外包装等进行样品采集核酸检测，目前我们采集了1318份，全部送到了市疾控中心进行监测。